六个人，我们到好几个人。那我现在就要关掉我的直播了，大家现在要猜一个剧的首页，对，猜猜谁会出现？大家。全部参一轮。舒伟，嗨，你好，舒伟，好久不见了。是啊，林珊哥有来演嘛？但是他这次不是演大姐夫，我知道他在抛下演大姐夫嘛。你们会有一个自动带入的一个概念，对吗？OK， 微雨 ，Hello。可恶，人都被你们抢走了，都没人了。赶快去拍李小燕正面思考。转台了，转台了，直播了，转台吧。送东西了。我们这边先拜拜，快点收。可恶，冲起来，冲起来。猜猜是谁？我们要揭晓喽！我们要揭晓喽！猜猜看是谁？是谁？是汤圆？是汤圆？嗨，台剧的朋友，你们好！这是他们准备要送给你们的，不是我准备的，但是应该会让大家签名吧？对，好多哦！你们看，其实我现在正在直播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就。摆着一起好不好？这怎么好意思呢？哎，为什么你的这么亮啊？啊，我这没开，你把那个调暗了。对对对，这样就好。对，很美。嗨，你应该打开吧？这一台是什么 ？IG， 剪就过来。看一下 IG 的直播跟人家什么不一样。IG 可以邀请观众一起进来，而且这个要怎么送啊？那他们要怎么加？这个要怎么送给大家？我们之后会办活动，然后如果现在直播想送，也可以。你们有什么规则？游戏规则，你们都可以。那我们来等下请他们猜谜好了。那谁要去找答案，然后寄给人家？就是第一个啊，第一个回复的认真。那我们只能否三立台剧。那李小燕这边思考团的朋友真的很抱歉。不是你们一人一张啊 ，IG 有一张啊，可以三台都一张。对啊，就出题，然后打字速度最快，手速最快。有人想要加入你的直播视讯吗？可以啊，如果可以让他加入，但是他加入的意思是会切很多的画面吗？对，哦，对我有玩过，就会听到他可以邀请他进来。那下次来开一个大家异常的登录尝试。哦，有人给你偷偷登录，继续，那要怎么送？怎么送？我们来出题考大家。出一个难一点的，请问雅慧的脚是在第几集出意外的？真的太难了吧，我都不知道了。所以呀、啊，要考啊！现在赶快用另外一台手机。真太难了，真太难了，对不对？好吧，那这题太难了，那换下一题。哎、欸，可恶！你们台剧几人？嗨，台剧人分享连线，不是雨禾也来了。现在三个在开直播，7万多。七万多，然后 IG 7万多，脸书的话15。你好，脸书15万，哎、欸，那真好亮啊！芥末演技，而且他那好像美颜超漂亮，以后都没有看好。哎、欸，为什么你这这么亮啊？三立台剧一个 IG 一个粉那个。为什么你的这么亮，而且那么瘦？哎，对啊，我跟你超丑的。我们好像他可以调，我的也有啊，这个这一条，然后呢？这个，然后。最右边的一个，我也想要变漂亮。然后这个，我也想变漂亮。哦，我要把盖的直播删掉。太浮夸了，太浮夸。有二子来了吗？林健来呀，晨晨来，晨晨，晨晨来，他叫大头。我也以为你儿子真的来了。好了，快点，这个要怎么送？我们来出题考大家好了。那请问一下，上礼拜五我们四姐妹在庆生会扮成什么？这够简单了吧？这是不是太简单了？我刚出题，他说太难了。我说雅慧哪一集脚出意外？他说太难了。赶快、啊，你们要留言最快的可以获得礼物。来哦，排戏，排戏了，排戏了，等一下好像会先拍我。待会四五波一起排哦。好，各位亲爱的朋友们，我们准备要去排戏了。这个东西呢，我们再找机会送给你们吧。妹妹打声招呼，台剧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 IG 的。嗨，我是王雅慧的妹妹，她叫夏雨禾，不是夏雨欣，是夏雨禾。哦，这是我是他爸。对对对，这是我爸。他演我的老二，真是尴尬，我老是演我老二，对啊，演我老二没错啊，老大老二。
我们要去排戏了，我们真的不能再胡闹了。刚刚有答对的朋友，我们就抽，想要抽几位？你可以留几张给我吗？我认真的，啊、我想要送我粉丝团朋友。没问题，没问题，真的。你我的位置在对面这里，你愿意留几张给我，你就放着。然后其他你要签的，我们哎、欸，我们会在另外准备再签。签的，我们再下来找你。可恶，我六十几万人，我输你耶！天哪！啊，因为我本来要直播，我有放链接啊，所以大家可能在对，他以为我要卖东西，但我今天不卖东西，我送东西，送东西，我送一张团圆的海报。刚刚有答对的，上礼拜五、就是、四姐妹扮成什么四个字啊、哦？有答对的就送三个，好不好？可以，送三个，每个平台三立台剧，跟李小燕这边思考团，跟台剧的 IG。要送好啦，好多人答对哦，抽三个哈、哦，拜拜，我们要去排戏了。好的，好的。等一下，八点观看，快不到。今天要播什么？今天是那个少峰，要不要说我是你爸爸？哦，然后我又被关起来了。对。今天晚上八点，记得一定要锁定一家团圆。然后今天有一个很劲爆的事情要讲出来了。所以今天你们一定要锁定，我要去拍戏了，拜拜。我们下次再来突袭，好，再来找你们玩。明明就是等我们 Q 嘛，他们的办公室，小编，三立台剧的小编，他们办公室在三楼，然后看到我跟大姐在直播才下来。对啊，我想说你们今天刚好有空，不然平常你们都好认真在。因为上次你们来的时候刚好在背，才拿到，真的大台词很多，没有办法去背剧本。IG 他刚刚抽出来了，我们送这一位三立台剧的 IG 要抽三个，你们再去公布啦，置顶公布就好了。好啦，各位拜拜。好的，好，完成。没错，那个玲珑。